这个沈朝初的一江南写的真是太绝了呀！看来前年比咱们会享受的多得多呀。是是是。怎么样？咱们把这给收了，玩两圈麻将？三缺一呀！嗨，现成的人呐，啊，哎，一起玩玩。这。 不会让你破费的，你坐呀。陈老爷都请你坐了，还不谢坐？谢您了。老爷，米少爷求见呢。哎呦，一定是贱内有起疑心了。我这把年纪了，难道还会找粉头吗？对不起。 失陪了，失陪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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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输的还少啊，都一把年纪了，你怎么还输不起啊？哼，我这个家业要是交给你啊，迟早都会败光掉。 这么好的古语茶，也就是在您府上能喝着。<笑>敖公公好品味啊，一口茶就能辨出好味道，知道吗？我第一次喝这种茶呀，那是老佛爷赏的。苏州好啊，载酒卷烧船，挤上薄山。 香转时，眼前冰湖，武侯相，稳坐到山前。<笑>行啊，真行啊！这个沈超出的《忆江南》呢，我也能念叨两句。嗯，在老佛爷面前伺候着。 怎么也得什么都会点不是？<笑>您说当公公也难呐。那是那是。<笑>曹公公，我这儿有一件东西，想请您帮助看看。哪儿来的？日本人想卖给。 看来这个东西不小啊，还是怕磕怕碰的。嗯，他带不走，想在这儿换点现大洋。<笑>日本人
真慌。嗯，那就是说呀，您的好机会来。可惜呀，我这外文不好，真不知道这些书啊，什么时候能翻译成中文。老罗，哎，我真佩服你啊，你的外文那么好。这些书啊，我也是一边翻字典一边看，好难翻译啊。马克思写《资本论》的时候，把图书馆的地毯都踏成小径了。你刚才说，孙中山先生欢迎共产党与他合作，欢迎苏联援助革命。我是在想，你这次来苏州，是不是要发展共产党组织啊？到底是一红，你猜中了。不过，国民党内部对孙先生的主张还有异议，因此，这次我来苏州工作，不好大张旗鼓。见到思源，也不好深谈，先摸摸情况再说。啊，我晓得，晓得。哎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上扬。你读读，有些文章啊写的很有见地，我们这里的有识之士都在上面发表了文章。如果有机会，我引荐你认识他们。学生，给卢先生把早饭端上去。等一下买条白鱼，中午烧给卢先生吃。啊，小老板。太好了，苏州人杰地灵。吴先生，吃早点了。吴先生，以后啊，你看看学生，这几年不见，越发精壮了，一条好汉。哎，我算什么好汉吗？人家大志哥，人家大志哥才是好汉呢。像我这样，一天到晚窝在茶馆里边，哎，没出息，没出息。你不错了，老罗，现在水生都可以读报纸了。那还不是多亏了易红先生教我识字吗？哦，对了，掌柜的让我去买白鱼，中午烧给您吃。五月份的白鱼特别好吃，我走了。还是子欣想的周全。以后，孙中山先生说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，你。这就叫扶助工农。哦，那我跟你打交道，那不就属于联共了？是啊，如果你要再到莫斯科大学读上一年半载，就联俄了。老陆，你不会是准备发展我吧？我现在可不像年轻的时候了，现在啊，缺少了狂卷之气，尤其是。有了知己和阿欣，哎呀，哎，你觉得我现在是不是老朽了？怎么会呢？你是响当当的赵一红，你不是人云亦云的人。我知道，有些事需要你自己想通，才能够义无反顾，所以，我从来不强求你。太太，吃饭吧。戴先生说，叫你先吃，就不要等他了。吃完饭再把那碗药喝掉。戴先生早上走的时候，特为交代的。知道了。
听说最近木渎镇里正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，是该回木渎看看。再说他戴思远抱得美人归，我倒要看看他小日子过得能有多好。头，戴思远现在混得蛮有势力，再者若言姑娘已经是他的人了，您就不要。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还怕他戴思远不成？没有。涛，你刚才弹的什么曲子？真好听。再给我们弹弹。抬起来点，呼气吐气要轻要细，千万别哈气，别把绣品污染。张先生放心好了，我们一定按时发货，肯定不会超出预定的日子。好的好的好的。在济南就听同行说您守信用，果真名不虚传啊！好多谢了啊！是啊，你们的样品制作得很精到。谢谢二位的夸奖。还是请若贤姐。哦，您忙吧，我们就不打扰了啊！再见。再见。慢走啊。我试着做了些酒酿，思远说还可以。若贤姐，你越发能干了，我还做不来呢。在家闲着无聊，坐着玩玩罢了。要不是陈家明捣乱，你的古琴教习所一定开得有声有色的。若贤姐，你到我这里弹琴好不好？姐妹们听着你弹的琴，一定会绣得更好。你呢，就在我这里弹琴，我呢就好茶好香的伺候着，不晓得有多开心呢。若贤姐，好不好嘛？那，你去跟思远说，好啊。磨剪子磨到嘞，磨剪子磨到嘞。磨剪子磨到嘞，磨剪子磨到嘞。若贤姑娘已经进去一个时辰了，磨剪子磨到嘞，磨剪子磨到嘞。我回去了。哎，师傅，到卧龙街。磨剪子磨到嘞，
找个地方吃碗茶再走好了。有茶喝的地方，你停一下好了。太太，你真是个好人呐！哪个有福妻子娶了你啊？别动！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！你这一跑，我要是追起来，大家都不好看。警察天天都想要我的脑袋。好久不见，变成了一个蛮漂亮的小妇人吗？看都好看，正面看漂亮，侧面看更漂亮。可惜啊，就是没法天天看到。哎，你说那个姓戴的小白脸到底哪儿好？就因为他整天酸文假醋的夸奖你，我没有夸奖你是吗？啊？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多聪明的女人，没想到也是一个爱听甜言蜜语的傻女人。那个戴思远，他陈佳明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磨剪子磨到嘞！磨剪子磨到嘞！我不讲他了。我今天来就是为了看你一眼。你记住了，只要我活着，你在哪儿我都能找到你。我还会来看你的。走了。过你的好日子去吧。磨剪子磨到嘞，磨剪子磨到嘞。哎，二位哥哥有日子没见了，又有钱吃茶，现在在哪里高就啊？哦，夜里给日本人巡夜打更呢。现在可都在抵制日货，您二位还在替日本人打更？日货当然是不能买，可是给日本人巡夜打更是可以的，要不然这茶钱谁给发呀？是不是？哎，二位，随便坐啊。我们找卢先生。啊，卢先生在楼上。二位请。小朱，送两副碗筷到楼上，卢先生请客。啊，好。哎，水珠，我去送吧。你又想凑热闹？人家是读书人，说话你听得懂？哦，水珠，卢先生，给我吧。啊，行。谢谢啊。
晓得，一见到那桌菜就想吐。雪生，过来。谁就想吐啊？天不远，不会是中暑吧？哎呀，你这呆子，怕是要当爹了。你上哪儿？景龙先生给我的孩子取个官名啊！穆先生，请您给我的小孩取个官名吧。啊，你的小孩，水珠怕是有喜了呀？是吗，水生？恭喜恭喜啊！水生，你是哪一个活呀？啊，任可和。哦。任可和，我晓得了，妈妈叫水珠，爸爸叫水生，那水是洁净的。有了，就叫何洁生吧，啊，水珠和水生生的孩子嘛，好不好？洁净的洁，小名就叫阿杰。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阿杰，蛮好的。男孩子叫起来响亮，女孩子叫起来大方，好名字。院子里有动静，我去看看。来。
志锦，哎，易红呢？我到处都找不到他，怎么了？思远被抓走了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戴秘书长，这事儿太蹊跷了。您说您和抢砸日本商号的人没关系，那东西怎么会在你家？我也不想得罪你，可是日本领事馆和日本商会已经提出抗议了，这可就不好交代了。说白了，我也知道这事情是胡斐干的。难道您跟胡斐有过节？就是他胡斐栽赃，也得有个理由吧？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胡斐一向为非作歹，他们要做什么事情还要跟我商量吗？我跟你讲了多少回了，东西是丢在我家里了，我让徐妈把它丢出去，那你让我怎么办呢？那你恐怕就要在我这里待一阵子了。你，哦，赵副县长。刘队长，张专员叫你给他打一电话，说什么明天政府省长要到苏州来视察，戴秘书长呢负责接待工作，你还要扣留他多久啊？是不是要闹得让政府省长到这里来找他呀？这我马上去找张专员，叫他把事情圆一下。我吓唬他们呢。那张专员能答应啊？备份你不就完了？要不是张专员的面子大，我还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。日本领事馆已经提抗议了，日本商会要找茬子闹事呢。我看呀，我这个家从今往后很难太平了。你什么意思呀？难道我把陈家明喊来的吗？不是你喊来的，是你招来的。什么？徐妈。给我叫辆车。哦，许妈，有什么吃的？我饿了。许妈，我饿了。水珠啊，我看从今以后你在我这里住下来，我楼上一间空房，阳光好又通风，你在这里可以好好的养媳，把孩子生下来，水生呢也可以安安心心的帮我打理生意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好了好了，别跟我客气了。这些年也多亏水生帮我的忙，要不然我也不晓得怎么撑下去。恨死那个混账王大志，他有一天真的回来，我要揪掉他耳朵扔到太湖里喂鱼。水珠啊，你要看紧水生，他最近一点也不安生。我真后悔答应老卢住在这里，这些读书人，别让老卢又把水生给勾走了。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哎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我去帮陆先生寄封信啊！哎，一歇歇就回来。哎，
对了，今天下午在老卢的饭菜里加把盐，天天加，饭烧的难吃，看他还在这里住不住。嗯，若贤。我堂堂的一个秘书长，被请到警察所，让我颜面扫尽，你说我冤不冤？这个陈佳明啊，纠缠若贤又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怎么还这么计较啊？这个事儿要是换到知锦身上，你能不计较吗？哎，人家若贤知书达理，若不是你说了一些难听的话，怎么可能从家里跑出来呢？他没爹没娘，你就不能疼惜人家一下？哎，你说知锦他也没爹没娘，他怎么就没有像若贤这样？你赶紧去林烟茶楼，把若贤给接回来。凭什么？他说走就走，眼里根本没有我吗？这要是知锦，他也说走就走，你受得了啊？这个若贤，都是从小被人娇惯的，不晓得体贴人。我是为他受的委屈，我说两句难听的话又怎么了？你肯定是气过头了，在那瞎讲八讲了。哎，不是我瞎讲八讲啊，孔老夫子早就讲过啊，唯小人女子难养也。这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我现在算是理解这句话喽。孔老夫子讲的总没有错吧？那肯定没有错嘛。戴秘书长，你现在说这样的话了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初是你们讲的妇女要解放，男女要平等的吧？你也跟着没错没错的，你也后悔了是吧？我没后悔啊，不过这句话真是，确实是孔老夫子讲过呀。志坚啊，讲男女平等，不是说女人就不给男人做饭了。啊，讲妇女解放，不是说女人就可以说从家里走就从家里走了？啊，对对对，不，我是说呀，这个若贤啊，有一点点过分了。那好，我也像若贤姐一样，住到茶馆去。阿信就交给你照顾了。哎，志锦，志锦，你不要走，我走好了。玉红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回去好好洗。真羡慕你，一个人自由自在的，多好。净说傻话。你那个戴思远，虽然不是什么畅快人，也还算是稳当啊。你在我这里住几天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，过几天他就会来求你了。还是回去跟他过，这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？哎呀，有句话我跟你讲，你不要介意啊。你一直没身孕，到寺庙里求求观音菩萨吧。大致说，他就是让娘求来的。没有孩子，你们夫妇俩很难相处。你让人慢走啊。
生。哎，叶红先生。卢先生呢？哎，在楼上。老卢啊，老卢，你看，哎，老卢，老卢，听易红讲你到了，今天专程过来看看你。哎，老卢，子欣和若贤去哪里了？哎，他俩没在楼下吗？水珠，来。干嘛？这两天是你烧菜给卢先生吃的啊？怎么了？卢先生告诉我这个菜有一点点咸啊，我就悄悄尝了一口，他吃剩下的，差点没把我咸死。你搞什么搞？家卢先生都没说咸，你操什么心啊？你是他娘舅还是他小叔？哎，你什么？有，那本书在你书架上呢，你慢慢找啊。卢先生，卢先生。怎么吵架了？嗨，我们家水生怪我把菜给您烧咸了，冲我发脾气呢。水生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烧菜嘛，难免咸一点淡一点的，没关系啊。哎，子欣呢？啊，他出去了。啊，卢先生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啊，卢先生，那您就留步吧。若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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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包车，回家吧。卢先生回来了吗？还给他的菜里加盐啊？加，多加。我站在城楼观山那景。子欣，水珠，今天呢尝一尝我的手艺，鸡味豆腐。这道菜呢，不用鸡肉鸡汤，吃起来的满口鸡肉香。水珠，有没有香菇黄花菜？啊。有。今天这顿饭呢，我来做。来，你坐着。怎么，你们俩不相信我会烧饭？我还伺候过我娘坐月子。我娘生我小妹妹的时候，我爹在田里收稻子，那年我才八岁。我给我娘煮粥吃，还煮鸡蛋。
随风。